哎呀，这耿老爷到了，这胆子也就到了。这位就是请宝胆的贵客吧？南京燕子坞方子哥方老先生。哦，久仰久仰，方老先生。等划船到岸，今年的胆子就一手了。方老先生，准备花多少大洋来请我们香木镇的宝胆呢？5万，是5万。5万。我看这耿家的宝胆多少大洋也不成敬意呀！阿玲呢？那边。三丰和汉良在一起呢。是。出了这么多年胆，我从来没想这回这样。盼着划船早点到，盼着胆子早点下船出手。即使白富贵人不到，蒋克儒也不见得敢动手。 哎呀，方老先生，白镇长，哎，你好，郭掌柜，哎，请胆船怎么还没到？啊，快了。耿老爷，该出胆了吧？多谢捧场，耿佩奇心领了。好说，出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要是不捧场，恐怕。 你圆不下这个场面，哼，那倒不见得。耿老爷，出胆后的大宴三天，今年还有没有？大宴三天没有，答谢众乡亲的一顿薄酒已经备好了。要不嫌弃，出完了胆一块回大院？<笑>当然要回大院。 你还要靠我的人呢，护着你的两箱胆子呢。哎，你看，终于来了，还真是。哎呀，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呀！哎呀，划船来了，太好了。哎呦，还是来了。方老先生，哎，请胆吧。胆子。 乡务镇的父老乡亲们，那边箱子里装的是5万大洋。他说，这场面，蒋克儒就是吃了豹子胆，他也不敢露面。万分之一呀！他要是不来，这是就与怎么办？为耿老爷的敬意。玉兔，我就请走了。哎，请。 进去，不然别怪枪子不长眼。枪子儿，这到底弄的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，赶紧的事儿。走好船就是。一会儿是镇衙的上船，一会儿又是你们。镇衙的人上过船？可不是嘛，拿枪顶着脑瓜子上来的。少奶奶，没事。 放心吧，差不多了，枪。
大少爷，四处搜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，找到江克如和二少奶奶。是，走。从划船上下来，接上渔夫就咱们回家。你流血了，不碍事的，没伤着骨头。大少爷，一共才五六个山匪，没有蒋克如，也没有二少奶奶，怎么办？叫大家精神点，继续搜。是，要不要分一些人回七里铺？来不及了，只有在这儿等船下来。起来！咱们又见面了，秀云、元良，咱们坐划船下去。等，快点！其他的人给我上岸滚蛋！下去。到了，划船。大少爷，不是划船，蒋可如在上面，还有华哥。离这还有多远？说话就到。大柱，您吩咐大少爷。二柱，大少爷，替你哥牵马。是。送大少奶奶到坡上去。不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下坡半步，如果有万一，别回头，带着他就走。我不。是。我不。走走走。不。大少奶奶，走。汉良。打住。
扶他上马。汉良，走。汉良，汉良，你在这儿我不放心，到货上去我能看见你。走。耿汉良，出来吧！我知道你在这儿。怎么不开枪啊？动动手指头，就可以要了我的命。要不要我再离近一点？别动！胆子呢？你怎么不问问你弟弟耿元良呢？问问你弟媳妇秀雨啊！大少爷，二少爷和二少奶奶在这条船上，玉兔也在。蒋克柱，你想怎么样？咱们俩有仇啊，找你算账来。叫你那一枪没打死我呢，只要我现在一句话，一样可以把你打成筛子。哼，是吗？把船在下岸边靠近一点，免得他们打不准。我手上就这么几个人，还把他们分成了三波，看来岸上那波已经被你收拾了。我这船上有一波，耿家大院还一波，都是来拼命，谁也没打算活着回去。打仗布局你太糊涂了，现在我占上风，你得听我的。把元良、秀宇还有胆子送到岸上来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你还有你的手下把枪都扔了，不然我开枪了。我手里有你三条人命，还有一把比命都重要的胆子，这是第一条，咱们一起数数。一、二、三。华哥，萨满，哥，哥，你们怎么不开枪啊？来啊，咱们接着数。哥，开枪，杀了这个王八蛋！哥，这是第二条。一。二少爷就是第二条命。贾克如，这是你和我们耿家的仇，和耿家下人没关系。哼，没问题，把枪都放下，我让他们走。哥，不要啊，哥。大少爷，都把枪放下。王哥，华子死了，你们还想害死二少爷吗？放下枪，都走人。
蒋克荣，我要你的命！对不起，今天咱们都是来报仇的，所以说话难免不算数。你们这些手下都杀过我的人，所以横竖都得死。黄泉路上一命抵一命，他们自己去找冤家吧。袁良和秀玉没杀过你的人，对，所以接下来我说的话算数。你不就要我的命吗？只要你放过袁良和秀玉，我也不想亲手要他的命。你们耿家的男人不都是为胆子活着吗？怎么？拿来吧你！给我！我去！袁良，别动！蒋克如，秀宇。你果然扎了一把好胆子，值50,000大洋。但不知值不值耿大少爷一条命啊！是男人就来取我的命，你们耿家的男人都算男人，那我算什么？其实这把胆子，他本来就该顺水而下的。如果你能把他捞上来，我放你的弟弟和秀玉回家。不，水很急呀、你身子骨不大好，还受了点伤。这样吧，刚才我杀了你很多人，气儿已经消一大半了。如果胆子撒手你不动，我也饶你一条命，行吗？哥，you
姐。郭掌柜，哎呀，好呀，恭喜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，真是大喜的日子。杨姑，去后院看看汉良跟云南回来没？是，是大喜的日子。哎呀，哎呦，白镇长，白镇长。你怎么了，郭掌柜？哎，您、来了。没事。白镇长和郭掌柜怎么还不走？他们在等什么？在等韩良跟袁良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真是公子，二柱，怎么了，老爷？快起来！老爷，往哪跑？站住！站住！别走！你给我老实点！滚！滚！快走！快走！来人呐！山匪进院了！山匪进院了！都给我闪开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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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地，定是井底之蛙。我都已经想收心不干了，还要跟我斗？斗得过我吗？你说，汉良怎么了？耿汉良死了，为耿家的胆子死了。蒋克如。把耿飞奇放了，要不你还想走吗？当然不想走了。袁良和秀宇呢？别急，我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袁良和秀宇我留着没动，一会儿他们要带一样东西回来，给大家开开眼界。至于我和我的兄弟，是来杀你的。但是在杀你之前，我要让你亲眼看见声名在外的胆子死在你面前。你先死去吧。大哥，麦哥，都别动，把枪都给我扔了，不然我现在就打死他。洪少，别管我，开枪。唐叔是个死，闭嘴。把枪放下，放下。戏唱完，在场的人都给我听着，你们都是为了耿家的胆子来的，五万一把的宝胆。如果我告诉你们，耿家的胆子早就不值钱了。买胆子的人是耿家请的，接胆子的船是耿家请的。胆银箱里根本就没有大洋，你们的胆子从这里当着人面出去，背着人又偷偷的送回来，你们信吗？傻了。这比杀了你们还难受是不是？
切都是因为我引起的。你杀了我好了，不要再伤害耿家的人。还没轮到你，过来。白镇长，这两只箱子是从船上搬回来的，想不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想。那你猜猜里面装的是什么？50,000大洋。好，我就让你看看这箱子里边的大洋。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胆银箱里面的大洋。箱在后堂呢，够了吧？湘西宝胆岂容你山匪流寇诋毁？抬出来。是。醒醒的二柱，耿家早就空了，这些大洋是郭姬的。你们再看看这个。空了吗？空了吗？空了整个香木镇，也空不了耿家。戏唱完了吧？该收场了吧？让开！蒋克荣。你杀了我哥，有种别躲。兄弟，我说了会让你回耿家的，对吧？给大家看看你带回来的是什么。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香木镇卖出去的胆子，假的就是假的，你耿家豁出多少命护着都没用。白富贵，你的人还在等什么？谁敢动？家的胆子收场了，我也该收场了。耿二少爷，用不着你费心，我来安排自己怎么死。明凤，你过来。来半年前心已经死了，没想到落到了今天。你来送我上路吧。抬起手对准我，我数三下，如果你不开枪，可能老爷就死在我的枪下。
就是你害死的。云峰，是耿家的人就不受胁迫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小云，在山上我教过你怎么开枪的，你来吧。不愧是耿家的好女人。爸！老爷！爸！老爷！爸！爸！爸！老爷！二少爷在干嘛呢？该吃晚饭了。啊，他不饿，颜良在胆房扎胆子呢。还扎胆子？嗯，今天是春分，老爷都不在了，更加胆子没人稀罕了。走吧，走，咱们去看看爸爸的胆子。太太呢？太太说照常给他端到身院。端过去吧。是。乖，我们去看看。颜良，吃饭了。来，我们看看爸爸家的胆子。来，来，二少爷，拿手拿着啊。拿着。二少爷，来，跟杨过去玩儿。棒。说再见啦。见，走了。刚砸的。对。今年的已经不出胆。还出什么胆？我看玉兔一个人太孤单了，想再把新的陪她。起名了吗？叫火炬。火炬，你看这把胆子多漂亮，是吧？啊，好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
哟，杨姑，这是小少爷吧？是杨姑，我们从早上一直等到现在，怎么才开门啊？你们在这等什么？香神老爷不来看咱，我们得来这儿过冬分呀。是啊，这二十多年的老例了。去耿老爷给咱们香布镇聚个灵气儿啊！这胆子真漂亮，漂亮，没错，真是好胆呀！起名了吗？小少爷呀、啊，是胆子，胆子，小少爷起名了。Thank you.